请问这里是有包子卖吗？啊，怎么我听不清楚啊？我说到12号窗口。包子是在这边购买吗？申请表填了没？没有啊。那你去，让我等一下啊。王一，你来，我这有表，我帮你填吧。那边去，那边有模板。要什么馅儿的？肉馅的。肉馅儿你不早说，得去5号窗口办理呢。那5号我刚看了也没人。领导来了，坐。要肉包子干嘛？肉包我当然是吃，我还能干嘛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不是说你想吃啊，上面就给你批的。我不就买个破包子吗？还批什么呀？你这态度要端正一点啊！肉包比较难嚼，你得去村口牙医那儿开个有牙齿的证明，再去村委会盖个章，然后我们这儿才能给你批。我这不有牙齿吗？我给你看不就行了吗？哈。你有牙齿不能证明你有牙齿，你得去开个有牙齿的证明才能证明你有牙齿。那我还是买个素包吧。6号窗口办理申请表，然后在村委会那里盖个章再过来，记得带上对韭菜不过敏的证明，办完之后3个工作日到村口领取。那我还是买饺子吧。关注我们呢。